为了你们现在牵着彼此的手，从今天2019年7月7号此刻开始，你们今天要正式的结为夫妻。不管是未来遇到任何的问题、任何的困难、任何的挑战，你们都会愿意牵着彼此的手一起去面临、去克服。不管是生老病死、贫穷困难、富贵，你们都愿意相守到最后一刻。你们两位愿意吗？愿意。那现在，吉恩，你可以亲老婆了。七月七号这一天，意外的出现一个很久没见的老同学，金毛林志豪。他刚刚说他现在呢工作在观音，这次回来拿较高的单子。OK， 看来没什么变，对，变白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大村，彰化大村，下午4:30的时间，我们现在准备要从大村车站由淑文老师的朋友开车来接送我们了。这边有风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，看到我们这个大村有没有好大好顺，好安静。你没有发现吗？这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条。来，我看到右手边，镜头往右边看，有一个老式的农庄的房子，有没有东西要丢？好。可以帮我拿包包。我们到了，这就是彰化经典婚宴会馆。噔噔噔噔噔。好，可以看到现在这是淑文老师华丽非常豪华的布置，红色衣服的就是我们淑文老师。哎，好，各位，现在我们刚才意境彩排完了，然后现在时间就是宾客入席的时候，大家有发现我右边有一位美丽的姐姐吧？没错，哦，这位美丽的姐姐大有来头，她可是金城武、林志玲、罗志祥都不认识的。他们是专门在做这种布置啊、婚宴啊、工商都有在接的，那是什么呢？老师自我介绍，你们是什么名字？我们是花语坊。花语坊。对，然后在浦野这边，然后就是婚礼布置、活动布置都有。好，如果说有需要，要打哪支电话给你呢？电话多少？0931-362-533。0931-362-533。你念背对哦。哎，没错哦，我刚才很担心我不要扛呢，哇。那是第五需要哈，记得跟我们老师联络，安内好不好？嗨，要结婚了，有什么话要说？这里，老婆爱你。但是妈妈心中感觉好像还是有些的不舍，老婆大人，
切让我们台湾男子汉最帅的动作不用我教了。现在请你将手中的幸福献给你最心爱的他，请献上。我们给新郎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请各位秋华跟齐言，我们好好的握住你的手中幸福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心肝宝贝。你要记得，即使在台湾，在上海，心都是在一起的。所以今天我要请妈妈接受一个女儿浪漫的拥抱，谢谢妈妈。母女之间的爱，只有他们两位才懂。好，那我在看着女儿，有多久没有这么认真看着女儿了？今天请秋华给爸爸一个大大拥抱，然后我们也给他们两位一起抱上，给女儿这个大大拥抱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场所有朋友们，给他们一个满满的掌声。You perfect。现在他们在看求婚的影片。来说一下，支持一下。心脏跳出来，大声一点。心脏跳出来。准备好了吗？那你要，你支持什么的想法？求婚的一个基本动作怎么做？掌声。我们将当时说的话重演一遍。还记得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，那个朋友叫做林宗义，林宗义举一下手，林宗义。我参加那个婚礼的时候呢，他的爸爸告诉我一句话，他说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，家是一个温暖的地方。有人说人生是一条船，它会航向哪里不知道，可是我希望这一辈子我会成为你的船，带着你到处去，让我看看我这个世界多么漂亮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齐恩真的很会骗，难怪真的骗到这个美丽的小女儿，也是谢谢这位弟兄嘛，对不对？有你真好，齐恩是不是你教的？对。OK。蔡奇恩还有我们朱秋华两位呢，你们现在牵着彼此的手，从今天2019年7月7号此刻开始，你们今天要正式的结为夫妻。不管是未来遇到任何的问题、任何的困难、任何的挑战，你们都会愿意牵着彼此的手一起去面临、去克服。不管是生老病死、贫穷困难、富贵，你们都愿意相守到最后一刻。你们两位愿意吗？我愿意。那现在奇恩，你可以亲老婆了。掌声没停，不能停啊！他们即将连后面的不会放过，来，我们一起跟他动作，掌声鼓励！我们今天呢这一段就会从这一刻进行30分钟。好 ，OK 啦 ，OK 啦，那两位这边的话，也是恭喜你们两位啦，六位幸运儿。那待会被唱到名字的朋友们。唱到名字的朋友们，请来我这边集合，在我这一边。林宗义，林宗义，这么巧，就是刚刚我们成就这段姻缘的成功推手。来，真的吗？有关系哦。OK， 在拿到礼物之前，我们先不说礼物。现在呢，请各六位面向荧幕的方向，面向荧幕的方向。现在你们需要挑战一个游戏，必须透过麦克风用台语。将这四句话念出来，一人一题，一人一题。OK， 没关系，你的姐。韩国人，听懂没有？你看不懂？哎，为什么你懂？哎，
先做这个三步骤。那就是让你那个弟兄上来一起做。那这边的话，你先第一位。没关系，你讲中文，讲那个普通话就可以。不好意思，让我拍一下，让我拍一下。A wondrous place.